好的，欢迎回来，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WOW TV 嘉华视讯和黑石文艺传媒集团共同为你携手打造的2011黑石杯夜宴模特比赛海选第二场的比赛现场。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你做全程的视频直播，你可以登录电视台的官方网站 www.wow1.tv 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。在第一节当中，我们听到了专业评审对六位女孩在 T 台上表现的一个从专业角度上的点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又是老规矩啊，今天又有六位大众评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来听听大众评审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给今天的六位选手。来，各位评委老师请。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。三号向前一步走到话筒前。我想说这个模特比赛呢，然后大家都知道跟夜店有点关系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所有选手都穿裙子，就你一个人穿裤子，我想问就你为什么会穿裤子来？因为这样呢让我的个性容易得到发挥，而且也让我脱颖而出，我觉得这样穿比较舒服，这是我生活的原则，谢谢。还有我想问一下，你去夜店都会这样穿吗？我觉得呢去夜店有多种选择，只要你的一个元素符合夜店就可以了，谢谢。所以 Party Queen 这种穿着是不符合夜店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去夜店大部分的女孩子都会穿裙子，而且会就是前凸后翘，能把自己显示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荣评委，按你的标准她应该得多少分？按你们那个组群人的标准30吧。我觉得她如果今天穿裙子的话应该会更体现出她的身材。那今天我这样是负的，是不是？我都没有资格去。选手什么话？一句话赶快。我一句话。好，因为我的动作跳舞的动作会比较大，这样穿会比较安全。好的，很好的理由。来，下一位评委，下一位选手的提问。来，我想问一下二号选手，向前一步。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主播嘛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身，就是你有什么跟主播是最相近的，气质上面也好，可能声音上面也好。气质吧。用两个词描述一下自己的气质。二号选手。比较安静。两个词。Jerry 你再补一个。那你觉得就是说除了气质上面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跟主播比较相近的，或者说你觉得你有什么跟主播非常不相近的也 OK？ 还是气质吧。他是评委，你懂的，你看不见的。好，我们下一位，我们抓紧时间来下一位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问一下所有的，你们平时有看那个 Model Show 吗？ American Top Model 有看过吗？评委挑一个。我挑五号吧。五号来向前一步，走到话筒前。有看过没？看过。那我问你一下，如果你是模特的话，你应该很了解这个 show。 这个 show 主持人叫什么名字？一般情况下呢，我看这些 show 是为了娱乐我自己的，所以里面的人物的名称我虽然没有记住，但是我记住了他这个 show 给我们带来了很无比的快乐，谢谢。他记住了这个 show 主持人的名字，你也不知道吧？我知道，叫 Tara Bank。 好、没有，我在问选手是不是不知道这个 show 主持人的名字。来，下一个问题，谢谢评委。下一个问题。五号就别回去了，继续站着。那对，我想这个问一下，就是说是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比较好的极致了。你想问一下，你呢应该比较了解自己来参赛应该比较了解自己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身后几边这些选手里边，你觉得哪一个你觉得是最有信心打败的？然后呢，最有，如果站在 PK 台上的话，你可以赢了他。然后呢，你的特点在哪里？为什么可以赢他？来，五号。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觉得每一位选手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美丽。如果在台上我们可以展现我们自己的特色或美丽的话，我觉得每一个人已经是赢家了，我们的勇气可嘉。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名字的话，如果站在这个台上的人，我相信我是要打败我自己，我自己是我最大的对手，谢谢。评委您满意吗？评委老师也消失了。评委老师。好，下一位，评委老师是不是太满意晕过去了，觉得太 satisfied？ 来 ，OK。我想问一下四号选手。好，四号。就是在今天来的 model 中，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晋级呢？那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，那肯定觉得自己会有能力晋级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有信心，而且今天的节目是时尚主播，那有自信可以表达你想说的东西，还有给观众带来快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来，刚才没有被提问的选手往前走一步，还是都问完了，往前走一步，两位啊。在我身边这一位评委，提一个问题给他，我指定你赢，提一个问题给他。那好吧，我问吧。好，那我就问问六号选手，你认为在这些你的竞争对手里面，你认为谁是最漂亮的呢？而且为什么呢？除了你自己之外。在我的竞争对手中呢，我觉着一号是最漂亮的，不是因为 personal reason， 但是我觉得她身材比例啊，然后腿也比较长，然后她今天的搭配也蛮符合主题的，然后她的 overall， 所以我给她打分还蛮高的。那如果不除你自己之外呢？一号就是不除我自己之外。好，你没有听懂评委的问题。好，来，刚才还有一位选手啊，你最后抓紧时间，你问评委一个问题，赶快。刚才是不是有位评委没有提问？Okay, my question is for contestant number one. What makes you better than the other girls? I think personally I have more experience with modeling and with my catwalk, so that would be a big advantage for me compared to the other girls. Thank you. OK， 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感谢所有的大众评审。今天好像我数学不太好，应该是七位大众评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那不管大众评审问题是什么，也不管所有选手的回答是什么，不管你是不是满意，你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。如果你对我们哪位选手觉得特别满意的话，支持他，投上他一票。我们进入广告，广告之后精彩节目继续带给你，一会儿见。